哦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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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啊，要用炸的话，基本是啊啊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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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啊，精华请剪这一段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！啊，对对对，这段还可以。嗯，好啦 ，R14。村庄哇，是孤海吗？要出海了吗？那边有平原，可是他没看到。不管出海好了啦。哎，沉船在前面，前面有沉船，出海吧。沉船宝藏室。喂，哦哦，六个，哎，七个铁，七个铁好像可以哦。No， 食物只有这样。藏宝图，可以藏宝图 ，Go Go。哎呦，寻宝了七个，其实够吧？这一格，不对，这一格，不对，这一格，不对，这一格，九，要对到那个九的位置。等一下。啊，有了铁剑，哇，钻石只有一个，挖了挖了挖了，岩浆岩浆，啊，钻石，挖到钻石啦，啊，我的岩浆嘞。岩浆呢？挖到基岩啦！没有岩浆哎，这里哇是被包住的龙岩哦。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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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久，可是花时间也花蛮长的了。哦，弥补了我的时间，有希望吗？弥补了我的时间吗？等一下哦，这个要怎么上去？你看那个路，那个路，挖进去。哎呦！就在背后呢，好高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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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要多高？哦，好多！啊，朱古力！难得朱古力。朱古力的声音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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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钻钻钻，靠钻了，先把那处理掉，拜托拜托，好加好加。不要这么高，你下来，你下来说，我们有话下来说。看到啊啊，六根，再一根，再一根就好，再一根，拜托，再一根，再给我一根。现在没办法边测，要测那个太危险了，我要点空旷的时间，再一根就好。
快！我等下大概原路先回去吧，原路折回去，一根就好，不用那么多。啊，有了，有了，走了，有堡垒，这里，哦，找到了，碎啦，有了。有了，那个黄金直接裸露在外面，叫我挖哎、欸、！Come on！ 哦，你们还有一只在想。金砖呢？哎、欸，我金砖，我吸到。另外的好像要往下挖了，在另外一边呢。哦，珍珠，我现在其实只要珍珠14颗，十几颗就好了。珍珠，我那该哦14颗，等下黑曜石，给黑曜石啊！可是我线不够，给我线，我觉得是不够，应该是不够，给我线。线，拜托，再多一点。珍珠差不多，但是给我一点线吧。没了耶，线不够哎，怎么办？要再往下找哎。黑曜石倒是够了，怎么办？那个线、那个床、那个爆炸，还是啊，去主世界找羊，可能会比较快。啊，差不多，这里。就这里了。我这边第一门盖错，我就死定了。第一门盖错，我就死定了。哦，好深哦，好深哦，往上挖吧。没什么动。喂，别！哎，有水。OK， 我们还要找羊哦，哇，这么大片哦，回头了，回头是岸，回头了，给个猫，不是你，哦，这里好多毛，还有毛吗？快吃草，有毛的站出来，嗯。好吧，差不多也只能往前了，也只能先下去了。13个，4张啊，只有4张，那要找到线啊，找到了。哎，回溯图书馆，没有看错了，图书馆。先找图书馆啊！图书馆，找到了，这有水啊！我没有装水，哎呦！喂！不要爆！喂，找到了，有几颗？差一颗，哎，好多哦，它那个量蛮多的，找到是找到了，可是不行，这边只能丢珍珠了，进入中介。只能上了，哦，只能上了，嗯，啊，他要上了，可是我来不及，等等我，
我那该……哎，等下你不要乱转，我看不到你的头。哦，没了。啊，没了。No。No， 不够，没看到他的头啊！失败，不够不够，啊哦，啊哦，哦，哇，无法了，无法了，一小时无法了，我们只能普通攻击了。啊 ！No， 打不死。Oh no！ 哦，怎么直接上来了？哎，不是，我不。哇，太近太近太近！哇，这样就只能普通通关。哦，太近太近。哦 ，no！ 啊！死 gay， 极限。极限精华就这一段了，请大家精华剪这一段，精华也是我自己剪，请大家剪这一段。哦，我怎么卡在上面？我们就是失败了，所以才现在才在打水晶。要用炸的话，基本上啊 ，no！ 啊，精华请剪这一段，这一段，请大家剪这一段。啊！哦，我的肉。我的汤，你下来呀、啊，你下来呀、啊！哦，食物快没了，来，转头过来，啊！对，啊！精华可以，还可以剪，这段还可以剪。哎！快！谢谢蒸蛋，谢谢豆内。有帅到！不要飞了，你就不要走了，拜托！不要走了！这段还可以。他要来了，很棒！拜托，这次不要走了啊！完蛋，进不去。从背后进去。不要走了，拜托，就在这里待着。拜托，再撑十秒。来，不要转弯，很好，赢了，成功了。不是，安德，等一下，不要，赢了吧。算我赢了吧，不管，我算我赢了，我赢了啦，赢了啦，不管你，算我赢了。今天提早一小时，也没有说提早，应该是我们之前太晚。奇怪，怎么正式的龙都这么不乖？对呀、啊，正式龙怎么那么不乖？正式龙很不乖耶，你看我们四张船就炸死了，对。我们这样练习跟实战是不一样，因为那实战有那个
读秒压力，哈哈，因为有前面累积的成功，然后就会觉得啊，打龙这边如果失败的话就完了，这里失败就完了，然后就失败了。